嗯，你怎么在这啊？一定是那夜宿了。这也不是看起来还不错，可是我觉得很小，可能有点贵。哟，妈回来了。大家好，哎、欸，嗯，宽亮没有来啊？他已经先回去了，因为今天忙了一整天，他应该也累了。嗯，辛苦了耶，曼丽，你先别想那么多啦。我有联络我其他几个同行，请他们帮我注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咖啡厅店需要顶让的。谢谢班长。不会啦。是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义卖的状况怎么样？班长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卖得很好哎，而且我们家的马大哥跟沈叔叔劈开捐款，我们总共凑齐了25多万哦。妈，你应该要来的，没有来太可惜。你知道谁是吗？为了要捐那个10万块，你知道马大哥多穷，他完全没有台阶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样子超穷。来，我模仿一次给你看。我在讲话，不要打断我。你不能为什么要打断我？啊？好，十万就十万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啊，十万就了不起。就像这样，是你干嘛这么狰狞？他哽咽，哥哥，难过。对啊，躲到这里话有多好？小婷，你不要在那边乱讲。OK， 朵拉说的话我 OK。为什么呀？我笑，我笑，别闹。这是什么？咖啡啊！因为上次你不是喝完咖啡之后就开始跳舞吗？所以我今天书本姐就泡了一点咖啡。所以我现在要先喝。来。嗯。走吧。走啦。哦。哦。试试看。手抓着，抓着，然后单腿要有动力，这只脚往后，右脚往后，对，这一只脚在前，这只脚在后，你的手要实力哦，好，这样，好，是让它慢慢往下来，好，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全身的肌肉，真的好累哦。不要着凉啦。不会啦，我流这么多汗。不要拿下来，会感冒。你干嘛啦？怎么了？我就想问你，你以前跳给别人看过吗？有啊，以前当模特儿的时候都要练习这肢体协调啊。
谁看过啊？很多人都看过啊。你要讲什么啦？我就想说，以后可不可以不要穿这样跳？不穿这样怎么跳？钢管就是要穿成这样，皮肤才有摩擦力啊。那不然这样好了，你以后来陪我一起跳。不要啦，这个真的太难了，好累哦。不会啊，反正你可以喝咖啡啊。以后你只要跳之前就喝一大罐咖啡，就可以开启你的跳舞开关。哦，那我有另外一个想法。走。就以后我可以当钢管就好了。哦，好骚。嗯。想得美嘞。不可以拿下来，抱紧紧。我的书记啊，下一次不要跳钢管了，好不好？换别的运动。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我喝咖啡又运动，我现在心跳跳很快，不是魔法。而且我的肢体不协调，这样让我很有挫折感。你不要挫折啦，每个人都有擅长的领域啊。像我就觉得你把公司经营得很好。那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学好的。那就对啦，身体协调性也是靠时间学习的啊。那怪下次我们不要跳钢管。去学国标怎么样？国标好像比较容易，而且没有那么激烈啊。练国标？不要啦，我们可以打羽毛球。听说打羽毛球也可以练身体协调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就找我以前的男同事练好了。好啦，练国标啦。那我可以找别人一起去吗？这样比较热闹。好啦，反正你陪我去就对了。好。其实我觉得前面看的那几家也不错啊。那几家不行，空间太小了。哇，你这次有在听我讲话哎？有好不好？虽然空间小，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子人一多，看起来比较热闹啊，那打扫起来也比较不费力嘛。可是那这样就没有一个你可以表演的空间了。偷偷跟你说一个秘密哦。其实天天唱歌，我也会很累。你还好吗？何医师，现在都不能开玩笑哦。我知道你想安慰我。我没有要安慰你，我只是觉得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嘛。那危机就是转机啊。有时候我们转念想一下，结果就会不一样。你还记得我之前生病的时候，我也有埋怨过啊。但后来想一想，我有这么多爱我的人在我身边，有什么好不开心的？谢谢你，我勇敢面对，因为我还有你，还有十几年的大家。我如果明天还找不到一个适合的，干脆就找一间店面。然后我们自己设计，自己装潢，布置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时期。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。我们梦时期就是要让大家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嘛。我知道。好吧。刚刚有个猫很可爱。你在学英文哦，不然为什么要找英文片语啊？不是啦，是因为贴图公司要把贴图卖到国外去啊，就叫我重画，然后搭配英文。酷哦。哎呦，这么有默契，哎呦，两个一起出来呢。出来干什么事啊？跟你讲，那是因为啊，我用正方形的贴图，就是好像就不理我。结果我用三的贴图呢，他就理我，我就抗拒下来了。雪儿，你干嘛故意在正方形面前这样说？不是嘛？老婆就是需要一点刺激，他这样才可以跟三藤看齐呀。可是三藤是三藤，正方形是正方形，只是相提并论。OK。对啊，秋婷，你不要这样说光心啊。
我相信光星只要继续努力，一定会成功。妈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用爱的教育已经没有用，你要回到龙泉那样子，定他定产。Dora， 没有关系的，我已经习惯幸福这种说话方式了。嗯，是吗？哎，对了，光星，你昨天很晚回来。哦，对啊，徐文班长叫我出去啊，他问我说被网友拒绝要怎么调试心理。有什么好调试？他八成就是已经看到那个我爱 R 一，就觉得他 out 啦。邱二点班长说不是他写的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声东击西嘞。哎，那光星，徐文班长他还好吗？他 OK 啊，放心啦，他那么大只了，少两公斤看不出来的啦。哎，还是你们两个出现什么问题？我们哪会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还是一样啊。好了，东西收一收，我们去吃饭了。好哎、欸，吃饭喽！走了，班长，我要吃牛排。我也要。好，牛排。阿爸来支援，甜点也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吃龙泉大餐。吃完钱的要看。你有没有在帮忙骑？当然有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有骑怎么这么重？怎么这么重啊？乱说。你看，你根本就没有骑。有，我一直都在动。还说你有骑，难怪这么重。你到底要讲几次啊？我哪有重？今天你少吃一点吧。我最近有少吃。哦，是哦。你看有没有全有没有抓到了吗？有，我一直都很在动。你看。快点，好好骑啦，大力点！我很大力的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很稳吧？还可以啦。哎，油头控制好哦。好。哎，你有踩吗？怎么那么重啊？有啊。哎，这东西。学你的。不踩啦，好重。好不是很容易。脚动啊。好吧，好像真的有点难。郑光兴，你之前在家提说你被网友拒绝是什么时候？当兵。当兵？哇，那这样不是就兵变？你怎么调试的、啊？忘了。那还有联络吗？有，还有见面吗？常常。郑光兴，你就只有两个字可以说、哦。你问题真的很多哎。我看我还是不要跟光兴说姐姐交男朋友了，万一又让她难过，不能调试怎么办？你这样是对我姐不忠了。怎么不忠？都过那么久了，而且当不了恋人，可以当朋友啊。也是，那先不聊这个了。那我问你哦，你喜欢绑头发的呢，还是把头发放下来的？我没有想过你们会是双胞胎姐妹。那你比较喜欢我，还是我妹？短发。短发？嗯。是你前女友吗？那她长什么样子？你管很多哎。我对你好奇嘛。是哦。对啊，好奇宝宝。所以嘞，长什么样子？绝世大美女。你教得到吗？我们如果明天还找不到一个适合的，干脆就找一间店面，然后我们自己设计，自己装潢，布置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时期。空店面的话，要花很多钱吧？哇，洗完澡就是舒服。曼丽，干洗蹦蹦了。嗯，好、哦。你干嘛啊？你还在想咖啡厅的事啊？你这么明显哦。当然很明显啊，你以为我都不会想？我是懒得想，生活呢就是快快乐乐的最重要 ，you know？ 真羡慕你那么乐观哦。你干嘛羡慕我？我很简单啊，有些事情呢，睡觉起来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。
好瘦、哦，这是真的啊！像我每天啊，晚上啊，杯子跟盘子没有洗好，早上就洗好嘞。好呀，真的，那个是散漫，散漫。曼丽，你相信我 ，Follow me， 你一定可以的。嗯，好，我一定可以的。你一定可以的，快去洗澡，把那些烦恼全部洗光光。去洗澡。嗯，你会很好的。我要看人啦！我要吹头发啦！嫂子，谢谢你。你找秋田还有赵老师来，我怕他们笑你。被笑一次，你应该就会心疼我了。我嗯，哎、欸，你还笑？哎、欸，肢体不协调，这个可以跳国标吗？哎，来啦！哎，回来，小姐，你找我跳舞就对了啊！国标以前哦，就是很少在跳，是在旁边把妹。哎、欸，你好意思，是我把妹吗？是你把不到的妹来找我啊？以前的事就不要再提，都丰功伟业，还不是你自己提的？啊、你们不要再讲啦，反正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秋姐喜欢女生都会喜欢林国梁，就我特别例外。你也怪这样啊？你们不要这样子啦！小兔啊，你们这是真爱，真爱听到被支持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不穿情侣装啊？是吗？哎呀，走了，真爱，真爱，好了啦，真爱。各位好好走路，可以好好走路吗？你啊，真爱，哎。再跳，再跳，又跳了。哇！哇！太厉害了吧！好强哦！对啊。你会跳国标哎？其实我上来台北之后就有慢慢在学了。这个是我的老师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你好，老师好，大家今天不要紧张，我们今天就轻松的学习就好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没有喝咖啡，没有上次在家里喝完咖啡之后跳起了电流。那这样粘对吗？我放在这个这样。对哦，你就粘在旁边或是中间，这样旁边的地方还可以画画。好，剪，做。啊，我们真的要做这么多吗？啊，没有问题的啦。我阿爸吼有跟我讲啊，咖啡厅的事情呢，很快就有一个着落，叫我不要担心。虽然我们现在赶快多做一些，把那账号信赶快拿给三谈，这样子就来得及。好，这样啊，哇，粘住了。哟，在干啥？啊！啊！你们四个是不是出去玩？对啊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告诉你，另外那种叫法你，你就是就是大队军啊！我们带国梁去训练他的肢体协调吧。啊，你肢体不协调哦。对，我们去跳国标真的很好玩。哎，老板真的身体很不协调。你们去学国标，你们怎么学？找老师吗？大姐带了老师来教我吗？小协会国标部。陆文，你下次也来跟我们一起玩吗？没关系啊，先不用了。是吗？你有办吗？万一那种脚啊？干嘛也奇怪，干嘛人家有办能跳过？拿着你的枪，又恰恰恰。反正就一起来玩了，对了。
请问贴图主角的设计原型来自哪里？你写好了？差几个字差不多了。好了，你看一下可不可以？不错哎，终于不是神话一个了。但是山城的照片呢？哦，我放了几张见面会戴面具的照片，还有几张是新的守卫插图，这样应该是可以交代了吧？嗯。错，快点这边。快点。玉璇。曼丽嘞？我们刚才连续看了三间咖啡厅，我怕她太累，就先送她回去休息了。哇，好贴心哦。真的很讽刺哎，我们自己开咖啡厅，结果却约在外面咖啡厅见面。孟时期不是在整修吗？我们还可以过去吗？萱萱，你也算是不会聊天的哦。那你今天找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合适的？放心，真的很对不起。你在孟子怡投资这么多，你们在那边付出这么多心力，可是不但没有收回，然后还……哎呦，你讲这些干嘛？钱再赚就有了，我们只要一起努力，就一定会成功。放心，我知道你之前贴图卖的不好。积蓄也有限，然后又要投资孟时期，又要投资邱又廷，一千万发票也没有中。哎，你现在在伤口上撒盐了，你不用担心我没有钱。就算你未来找到咖啡店要重新装潢，我还是会出钱出力的。这就是兄弟。兄弟，谢谢你那么支持我、信任我了。只不过店里的事情没有到必要，我还不想让曼丽担心，也不想让你们担心。我会努力去落实它，这样做就对了。实现梦时期，不管它是小还是大，大家就等梦时期重新开始了。嗯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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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跟宽亮感情这么好哦？不止跟宽亮啊，跟整个十七点感情都很好。好羡慕哦。宽亮跟曼丽他们两个好不容易在一起，所以我想说可以帮他们就多帮他们一点。我刚听宽亮说，你不只投资他，还投资邱又廷，你花了这么多钱，那你这样积蓄还够吗？我是被你忘了。我知道你是三藤，只是你花钱都在帮助别人，我很好奇你有没有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啊？当然还是需要啊，只是我的问题不是钱可以解决的。哦，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说，你是什么问题钱不能解决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就是感情的问题，所以钱不能解决咯。所以你对你的润喉你还有感觉啊？不说，不说就算了。哇，怎么会这么痛啊？我靠，好像快爆了感觉。马大哥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我夹到手了，夹到手，对。被门夹到很痛哎，痛吗？我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淤青，好。还好。你要洗衣服吗？对啊。好，那你去洗吧。OK。哦。马大哥，你不是手被夹到吗？对对对，哦。啊，为什么你连走路姿势都怪怪的？有吗？我不行，我怎么可以让你们知道我的隐疾？哦，是这样，前几天我不是去南部收租吗？坐长途车坐太久了，没有休息，所以压不到坐骨神经，这个引发神经痛，对，脚有点麻，血淋不通。马大哥，我知道有一个动作可以治疗这种血液。不用了，没关系。那我教你，真的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，蹲下去，然后起来。哇塞，
不用了，这样子是伤膝盖。真的很有用。我之前就有做过。那你站起来，你怕伤膝盖，你膝盖不要锁死，好了。哦，好。你做一遍，我帮你看姿势正不正确。哎，你刚刚怎么没有蹲呢、啊？你要蹲低一点呐、啊哦。再低，再低。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我回房间自己慢慢练习就好了。对，哦，小事小事。哎，你们回来了。嗯，马哥。OK， 好。OK， 没事。马哥。啊？你走路怎么怪怪的？这个就是坐长途车，压迫到坐骨神经，就这样，坐车坐太久没有休息。水逆也不至于这样吧？对，这个跟水逆没有关系，这就是坐车坐太久，小事，没问题。没问题的，好，你自己小心哦。哎 ，OK。奇怪，你回来正好，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咖啡厅的事情。关俊，找咖啡厅的事情哦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交给我跟你老公就好。什么老公啊？不要乱讲。你不承认他是你老公哦？那我就找何参谋谈啊。孟十七就交给我跟何先生。何太太，你就好好休息，莫操心 ，OK？ 好傻，你现在何先生和太太叫得很顺吼。你们两个每天连 TT 的，一起开店，一起圆梦啊，只差一个婚礼而已。他不是老公，不然是什么？好啦，不跟你争了，但还是谢谢你们。我先去洗衣服了。宽亮找你的事。干嘛不跟曼丽说啊？不要给她太多压力了。你看他们两个都不想让对方担心，都压抑在心里面。我先回去了。这几天事情太多，累得跟狗一样。郑光新，你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吃个饭，时间地点都你决定。学文班长约我吃饭，最近怎么了？人缘突然变那么好，大家都来找我。哇，哇，好痛！哦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以前都不会这样子啊。哦，现在放屁都会痛。哇、哦。还有，哦，哦，啊，哇塞，不能压，啊，哇天哪，这让他们这样还得了？他们肯定笑我一辈子。哎，马大华，你有痔疮，马大华，我不流血，我被他们笑死了。啊，没事啊。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吃什么药？啊，没有。不是，我帮你拿。啊，哎，还好吧？哎，啊，你干嘛？哎，不要闹哦。哎，哇，哇，明目丸呢？对，就明目丸嘛，对，眼睛的。
他说你眼睛有问题了。哦，对，我最近眼睛不太舒服。哦。对，最近，哎，对啊，不太舒服，这是处方用药，对。两个眼睛呢？哎，对，两个眼睛都不太舒服。啊，曾光鑫他那边有叶黄素，要不要分一点给你？不用不用不用，那个叶黄素其实没什么用。马大哥，眼睛不舒服的时候，真的可以点眼药水，像我每次都点那种。两度五颗星的那种舒服了。我知道那种是消红眼的嘛，那个、啊、我这个症状跟那个不相干的。对、哦、，OK， 没事的，不用担心，小事了，别紧张。对，我很担心。马大哥，等一下，别走。这样，你眼睛有问题，腰也不太舒服的。对，就是。前一阵子我不是去南部收租嘛，那坐长途车坐太久，那个天兵开车也不会说找个休息站休息一下啊，一直坐，我觉得大概有压到坐骨神经了，坐骨神经痛，坐骨神经，只要把那个筋拉开就比较舒服。不，这个不能乱拉，拉坏了半身不遂了，瘫痪了。哎，怎么这样的？我两期部队出来，来，真的来，真的不用，哎呀，来了，不是我有吃药的啦，我有吃药。已经来了，不是，不要动，你不要，不是，你手给我，来，打，炸，开了，尽量快点，松一点，你们，好了吗？好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这样？大哥，他已经痛到叫不出声音来了，他腿成发紫了。哎，马大哥，我是跟你讲，这个筋一定要拉开啊！我以前在两栖征收营的时候，就那个助教，然后把我的筋拉开之后就舒服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舒服一点啊？有没有？舒服了啊？怎么样 ？OK， 来，你要不要先去房间休息？我休息一下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你，我去换个裤子。马大哥，你为什么要换裤子啊？睡个觉就好了，不用换裤子了吧？啊，还好吧，因为裤子太紧了，压不到坐骨神经。这瞬间拉开痛那是正常的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的瞬间连肠胃都拉开。对啊，这样应该是症状是好的。对啊，那是很好。邱婷，你好会治疗哦。当然了，我谁？你要拉吗？你干嘛突然问我面膜的事啊？就是夏天啊，夏天要到啦，这样子，我想敷一点面膜，这样子也比较保湿。哦，对啦，敷面膜很重要，但是防晒更重要，一定要记得防晒。哦，不然待会我拿一些面膜给你，我觉得很好用。好啊，谢谢书记。突然想要敷面膜。该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吧？不是啦，谁说要有喜欢的人才会爱漂亮啊？你打扮也不单只是因为林国良吧？哦，对啦，打扮的确是要为了自己开心而打扮，不是为了别人而打扮。那当然了。书记，你还好吧？哎，对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！不行，要跟里面人讲一下。淑静，你知道自己下班回家要小心一点哦。哦，没事啦，平常国良都会接送我上下班。啊，今天呢？今天他怎么没有接你上下班？我想说今天有你在啊，你可以陪我啊。好，我们从那边绕出去啊，可怕。好。啊，我就要打电话跟他们讲一下哦。叔叔，我回来了。哦，小仙姑，你来喽！对啊。来，喝茶。谢谢叔叔。奇怪。叔叔，你怎么了啊？哦。我在看那个傻姑娘的照片啊。什么照片啊，叔叔？就是她那个脸书的照片啊。奇怪咧。叔叔，我帮你看一下好了。嘿嘿。叔叔，他没有加你好友啊，你当然看不到照片。啊？他之前有啊，他把我删除掉了。叔叔，你怎么突然想要看他的照片啊？
没有啦，我之前哦，我看到他在那个家里哦，看那个 APP 啊，看了很多照片呢。我想说他最近一直跟一个女孩子有去拍照，我不是想说那个 APP 里面那个照片我都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啊。我跟他讲说你给我看一下，他不给我看呢。我想说我家那个傻姑娘哦，最近是不是有交个新的对象？这样。哎呀，哎，啊，你们之前在庙里的时候，他都没有跟你讲说那个女生是谁哦？没有啊。你也不知道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。嗯，没有啦，其实叔叔也很开心啊，那个傻狐狸终于开窍了。会追女生的呢，叔叔，你不用急啦。哎，要是他真的有交女朋友的话，反正最后你也会知道啊。也是啦，啊，你也知道啊，这个做爸爸的都会有那个好奇心啊，都想知道说他交往的对象到底是长怎样啊。如果说哦，他长得又高又瘦长又漂亮，然后。最好是会唱歌的啦，如果是这样子的哦，哇，我就有福气啦。叔叔，你讲的那些条件根本就是赵雅芝嘛。哎呦，如果是赵雅芝的话那就最好啦。叔叔，你还是很希望雅芝当你的媳妇哦。啊，啊，我这样讲很明显。很明显啊，叔叔。哦，可是人家已经爱上别人了啊。原来是梦。林国亮。哎，叶叔，那么早来干嘛？经过了。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就好。你还说没事，你都流血了好不好？你先压着伤口，我送你去医院，快点。哦。哎，你们两个真的很奇怪，我不是跟你说那个地方很危险了吗？你们干嘛还过去？去你家就会经过那边啊。哎，倒是你耶稣啊，你为什么会在那里啊？嗯，我也去找淑静啊。啊？找我？对啊。哦，昨天的那个面膜很好用哎。面膜很好用，就打电话跟我讲就好啦。你跑到那里去干嘛？因为有几个面膜我不知道怎么用啊，我想说直接拿来问你比较快，电话讲不清楚啦。哦，这样哦。嗯。马大房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那么巧，你们也来医院了？你们是谁生病啊？这小仙姑你受伤了？哦，没有啦，这个小伤啊。哦。你看起来比较严重吧？为什么你走路一拐一拐的？我。对啊，马大哥，你是脚不舒服啊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脚不舒服啊，我是眼睛不舒服，眼睛，对啊，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眼睛哦，我这个又痛又痒的，我来给医生看一下，对。马大哥，
我认识的眼科医师，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有熟悉的医师，他知道我的症状，老毛病了，我给他看就 OK 了。对，你要小心哦。我猜呢，你就是因为看不清楚，所以你可能走路才会怪怪的，眼睛不舒服最严重的话会到视网膜剥离哦。你别吓我，没那么严重了，小毛病了。那你们已经看好了是不是？那你们先回去，我先去给医生看一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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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哥保重哦。保重，保重。好甜哦，糟了。对啊，超快。哎，对了，叶叔，你都受伤了，今天放你一天假。没关系啊，帮包扎好了。不要啦，杜儿，老板要放你一天假，哎，不然你这样子去工作也不方便吧？对啊，你就回家好好休息啊。好吧。好不好？放你一天有薪假。嗯。老板有心，可以耶，多放几天都没关系。老板有心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挂个号。你好，请问要挂哪一科呢？马大哥。啊？眼科，看一个眼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没有啦，素文他忘了拿东西，我来帮他拿。哦，这个小女人老是忘东忘西的。OK， 那你帮忙拿。哦，好，那我先去帮素文拿。OK， 那马大哥你自己小心。OK 的，我都看个眼睛而已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OK， 那这样就可以了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帮我改一下好不好？我不是看眼科，我要看直肠外科。直肠外科。对对对。好，帮你。不好意思啊，